谢爷。王爷、啊，我是怎么了？他可是我的皇叔啊！见过殿下，王爷。告诉殿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禀殿下，奴才名叫阿诺。阿诺竟然是男的？没错，他就是阿诺，每日伺候本王洗漱更衣的人。本王府上的奴仆可都是男子。不是就不是，特意和我解释做什么？那个殿下，王爷，裴大人请二位过去呢。知道了，这就去。哎，燕燕等我呀。恭送王爷。来得真不是时候。殿下，经过确认，女尸确实是潇湘梦的人。怪不得急着毁尸灭迹。走，咱们去潇湘梦逛逛，皇叔就暂且歇下吧。潇湘梦，帝都最出名的歌舞坊，曾有诗云：“帝都有楼潇湘梦，天下闻名销金窟。”囊收顺国美人榜，花魁一舞倾城换。哎呦，不知殿下和裴大人此番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东狩那日，你们奉旨去御前表演，回城时可发现缺人？啊，没有，明父带了20人，回来时还特意清点了人数。去。把那日上山的武器都叫出来。是大人。启禀殿下，裴大人，人都在这儿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别看别人，就是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殿下，民女名叫心儿，是那日的领舞。领舞？所以你若是想要多带一人上山，是完全可以的吧？民女下山是20人，不见得上山就是20人。我猜是你利用职务之便安插了刺客上山吧。民女知错了，殿下饶命，殿下饶命。他叫冬儿，也是这儿的舞姬，是他求民女带他上山的。民女不知道他是刺客呀，殿下。他为何求你带他上山？他说他弟弟生病了，需要钱，想去表演得赏赐。可刚一上山他就不见了，怀疑又催我们，我就没有管他了。歌舞房丢了活人，你会不知道？殿下，民妇只以为他是跑了，没想到他是死了呀。跑了？前几日他给一个客人的头砸出了血，从那之后就成天嚷嚷有人要杀他，民妇以为他是害怕，所以跑掉了。那被砸的客人长什么样？他一身黑衣，带着把刀，昭陵口音。昭陵口音？之前呈来的资料上已查明刺客经常与陇西道一带活动，而昭陵又隶属于陇西，想来他就是浮游刺客团的人。殿下，裴大人，大理寺的那名刺客醒了。